嗨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决定创建这个频道的时候，是看到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女篮的关注度和传播都很少，新闻上甚至都很少看到关于中国女篮的消息。但是在国际比赛上，往往给我们球迷争气的还是女篮的姑娘们，所以决定在国内和国外的账号上发布关于女篮的一些消息动态，增加女篮的曝光的可能性。感谢各位订阅和加入会员的朋友，你们的点赞和关注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，让我为宣传女篮姑娘的道路上可以多走一步。我们都曾被中国女篮的拼搏精神所打动，也渴望更深入地了解她们的精彩故事。欢迎加入频道的会员，将拥有会员专享的徽章和表情，还有第一时间推送的关于她们的消息，这些都是额外的服务。没有加入会员的朋友，像以往一样继续支持中国女篮，加油，女篮，奥运加油！